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在哥林多书信里面，我们讲到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保罗针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提出真理给我们的解答。在过去这几周里面，我们讲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，他们很有恩赐，有各式各样神给他们的礼物。保罗说他们在恩赐没有一样不如别人的，但是这么多的恩赐在他们的里面却造成教会很多的混乱，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不要追求恩赐？不，保罗说很重要的，你要切慕，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，你要非常渴慕神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教会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要追求爱，因为所有的恩赐如果在爱里面来运用，这些恩赐就会成为别人的造就，别人的帮助。但是如果不在爱里面，这些恩赐可能会变成分门别类，变成骄傲，变成嫉妒。因此要有恩赐，因为恩赐可以服侍人，恩赐可以造就人，恩赐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。而另外一方面要爱，在爱里面运行这些恩赐。其实保罗给我们示范一件事情，就是面对属灵的真理不要偏激，不要高举爱就贬义了恩赐，也不要高举了恩赐却忽略了爱。都要，不是二选一，是以上皆是，两个都要。而接下来呢，又是一个提醒，到了14章里面讲到恩赐里面的两件事，一个是说预言，一个是说方言。那里面讲到说做先知讲道，做先知讲道其实后面刮胡说，其实是指说预言，说预言也好，说方言也好，不必我抓住一个就贬义另外，把另外一个踩下去，不需要这样。这两件事情，预言跟方言，他们的对象不同，他们的功用不同，都需要，只是在运用的上面有各自的一些需要遵循的规规矩矩，照着次序行，而不是那哦，方言带来很多的问题，教会不要方言，或者是方言太重要了，教会抓住方言却忽略了那些悟性上的教导。不是的，两个都需要，一个是悟性的，一个是从灵里面出来的，两样都需要。再说教会在面对许多的真理，不要偏激，不要高举一个真理就把另外一个踩下去，它不是二选一，是以上皆是。在接下来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他说说方言的人是对神说，做先知讲道，也就是说预言的人呢，是对人说。你看对象不一样，那你说 我们只要那个对神说的，不要对人说的，那你平常跟人说话就是不需要从神来的恩典和智慧。反过来说，那 我每天都跟人生活在一起，我要那个对人说的，可是你不需要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吗？对象不同，功用不同，但是都需要，悟性的，灵里面出来的都需要。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去看属灵的真理。耶和十家
助我伤悲，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，挪去后悔，释放我的谄媚。我能用什么谢你洗净我的罪。